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此刻来自我体内剧烈的心跳，究竟是因为恐惧还是兴奋？你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，很是危急，根本来不及多想。要修理什么？武器装备、交通工具，只要钱够，都不是问题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天地万物之灵气，化为己用，杀戮天下，伏尸百万，而后血祭苍生。如今不良帅已死，天子亦不成气候。找到他，找到我要的东西。秦师傅，为我立碑。你天是不良人，一辈子。凭此破天图，你们自可各带五名手下进入逆殃境。唯有实力才是永恒。今天就是我方寒出生之日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穿越了吧？你穿不穿越我不知道，不过你马上就要倒霉了。休得！你这孽障，你太瞎了！我是过来吃饭的，你信吗？啊你大爷的，赔我的银子！想让他对我印象有所改观，无论干什么事，都得先有实力。我要向整个临安城证明，许无争不是废物。
玄君剑主称尊大荒九州十万八千载，一朝陨落，引起各方厮杀，争夺其至宝。徒儿已经为你守灵七日，也镇压了那些叛徒和死敌。需夕颜杀我弟子，我武将至宝十方剑经，让清算。区区小小宗门，还想趁火打劫？贼喊捉贼，快走！哎，哎，娘，师尊才去，一个个的就都按捺不住了。孽畜，你也敢来抢？待我归来，但愿你们都还好好活着，我的好徒儿们。我讨厌人类。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妈妈，快点，吸血鬼要过来了。我以为只要忍着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你骗人，他都说要永远陪着我的。人类跟我们血族是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我讨厌人类，因为他们从不遵守约定。